好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吃蛋，我们现在要买点水果，买点鸡蛋。今天水果有点小贵啊。我最爱的冬枣，但是我感觉这个枣子应该不是很甜的。龙果也可以买的，龙果今天还蛮便宜。看那个街道，不是，看那个市场里面多干净。就是以前我们之前来过吃火锅的地方。好吗？好吗？三轮。三轮 horse， 350。Thank you。OK， 干吧。我们准备带回去吃。刚刚买的龙果，多少？然后这个是酱料，这个酱料不是很辣，甜甜的。好，他说要做一个越南菜啊，还有什么越南菜 ？What is name？ 南乐 ，from Vietnam。Yes， really？ From the country？ 嗯。不要放辣，他是学的那个油管上面那个 Papi Yang， right？ Yes。Papi Yang。Why not？ Of course no。I learn Thai from Papi Yang。好。我也喜欢看那个老师的讲课，他在网上教那个泰语和中文双语教学啊，那个老师还不错。这个是黄瓜，黄瓜是谁？黄瓜。黄瓜。顶瓜、我记得这个东西，上次去曼谷买了一包，特地买了这个东西，越南的食物，然后包在里面，像那个片皮鸭一样包着吃。好，这个还要泡一下。他们芒果，我还有吃土豆，芒果，其实它还是蛮能干的，可以做很多菜。You like cook? You like cook? Yes. So much. Yes. Why not? You told me that before. Oh, 这个调料，然后充分的搅拌。Finish. 我把这个先拿过去，因为这个火锅是昨天吃了一半，还剩一半。所以今天可以继续吃，然后加上这个他刚刚做的什么泰国菜，越南菜，大家一个会了，准备吃晚餐了。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他说的越南菜怎么样。这个是泡过的，泡过水，晶莹剔透，然后把各种食材堆到里面，蘸上酱。OK， 我赌他会给我吃。要给，还是让他吃吧。嗯，What are you doing？ 好吃，买点东西，没有水了，就一瓶2.2，跟国内差不多价格。这个薄饼很好吃，推荐你们可以吃一下这个。这个薄饼有很多品种，对，这全都是薄饼，好吃够了。没了。
泰美拉，泰美拉，学到了吧？啊，正宗的泰式发音，泰美拉。